这个飞的还挺高哎，真的是鸡飞狗跳了，现在。我很有诚意，带了三个宠物。不要听男人怎么说，要看男人怎么做，所以我很磅礴。很多人都建议我把广智做一个重要的个案。那可真是对牛弹琴呀！本场的主题是因为爱情。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我谈恋爱可厉害了。大家是不是现在不知道领结婚证免费了，还是不知道婚姻登记处在哪？李诞当婚礼司仪，就好像拆迁办来新楼盘剪彩啊。是，离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结了婚哪还有什么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？结了婚不就只剩下围着家务团团转？中国男足也天天道歉啊，你觉得他们爱足球吗？不、嗯。根本拦不住。本场啊，因为爱情的观众满意度90.23，哇，又超过90了，很难不过90啊！所以我们下一场要做一个体育专场。Beautiful 哦。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呢，我们就是要在这种大家已经都30岁上下的年纪。还愿意投身到这种激烈的运动中，主要是调动一下大家竞技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主任。我看那边好球，梅西都踢不了这么准。哎哎，这期不光只有运动，还有写稿呢啊。想什么呢？我别别别的别的慌，有些指望心里藏。我别别别的别的慌，有话不说心儿扬。别别别别的别的慌，观众都已经进场。你讲吧讲吧，站在聚光灯中央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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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朋友们，李诞疯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李诞今年特别喜欢运动，他是特别喜欢运动这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自己每个运动大概参加了15分钟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在干嘛呀？哎哎哎！来，我们2打2啊！来，我跟王冕一波。握手呗，握手呗。传球哥，传球，传球。传球，护栏哥，护栏哥是专队的。这脚转身慢了，换10年前。我是个捡球的，我发现我不是守门员，我是一直捡球来着。来个配合，陈哥。哥这也打不进了，哥，哥这也打不进了。你们这个看似2打2，但是好像都在打广智啊。哥，你发现了？我这会儿一动没动，我就光捡球了，我这，我都多余站在这儿，我都。我不守门了，我不守门了，我也要踢。做运动，我这辈子没做过运动。我这跟你说，我这打从娘胎里出来，就基本没动过。朋友们，胡子来，踢足球。半米下玩大了。陈哥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呀呀，嘿，还会动哦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仔动哎，没想到，哇哇哇哇！哦，这是杨哥的主场。杨哥踢球还受过伤呢。哦哦，杨哥会颠球，我的天，极限了！别踢了，别踢了，别踢了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！你怎么来了？踢他，踢他！传他一脚，传他一个，传他一个！嗨！别停了，别停了！
完成了今天的亚光时刻。让大家集合一下，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呢，通过一些体育竞技的形式调动一下大家竞技的这种感觉。我们新的两位主任也将通过体育比赛的方式选出来。我会赢的。所以呢，平时大家运动，这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运动吧。庞博、杨文，我也运动，我俩吧，可能你俩，我俩行，就他俩了。那个各位组员，考虑到大部分的朋友是不运动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谁说？大部分没说你，没说你。炒股也算运动吗？亏钱运动。高危极限运动也可以的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入正式的比赛。由于呢，众所周知，我的这个体育水平呢，确实是高出了你们一大截，就不方便在这里啊指导你们干什么了。我们请两位啊比较普通的运动健将，哎，来为大家做接下来两个比赛的裁判，掌声欢迎小北豆豆。哎呦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要哪儿呢？哎呀，同学们，呦呦呦，同学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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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开心的体育课又开始了。哎呦呦，我们这两个体育比赛呢，就是大家小学时候都经历过的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立定跳远。哇。这个我厉害，是吗？因为我轻。我们从杨丽开始吧。为啥？打个样嘛。打个样。我可厉害了，跳远。不，这也不影响，也影，这些树叶在这儿。那树叶能影响你啥呀？那树叶？影响，影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容易半点，容易半点，容易半点。这个在杨丽跳之前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。小学六年级立定跳远啊，女生的合格标准是1.63米，这么高啊？比我高，我俩都高。1.63米大概在我这儿，丽姐，我躺下，你大概跳我这儿。你有1.63米吗？我1.73米。你有1.73米？不可能。你有1.73米？我真不相信你有1.73米。小朋友们，咱有尺，量量量量量量。这在干啥呢？这量一量，不是你给我量一量。你1.73米，这个时候量呀？一般只有量了的人才这么量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只剩1.81米。哎呦，这尺子怎么回事？你这尺有问题吧？我这尺叫做矮子乐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大家散一散，正式比赛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还晃这事儿一下！哟！哎呀，啥？哎呀，等一下，别动！别动，等一下，我这儿就躺着。踩线了，踩线了！哎，有人管吗？别在乎这么多细节了，因为这还有一个人在那躺着了。来来，躺好。浪费我感情。来吧，正式开始。我们那个小学要像小学一样，我们小学都是按身高来的。啊，来吧，王冕。我们以前都大哥开始。来啊，跟前来啊。哎呀，回来。可以。2.05米。来，成哥。哎。其实就是悠这几下最重要。我生怕你悠吐了。哎呀！哇！啊，1.96米。好嘞，可以。准备吧，下一个身高的朋友，自觉一点好吗？我们一
师兄已经开始热身了。啥？老师，我已准备好了。行，起飞吧，子。三、二、一，爆！哇哟！哇哟！哇！哎呦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2米24。哇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我感觉他是垂直起走的，他是这种走的。我发现个矮的都很能跳。啥玩意儿？该杨丽了呗。到我了。不不，我觉得更简单一点，你就往前一步蹦就好了。你就站在这儿，你站在这儿，站一脚嘛。行，你站在这儿。哎，我可厉害了，跳远。慢点，慢点，大家都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2米02，2米02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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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高个组了，到高个组了。哎，广志呢？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来。怎么着？哎呦，怎么还跳？哎呦，专业，这样摩擦力更大。你把袜子也脱了，这是不是没弹性啊？对啊，这肯定不对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哇！哎呦哎呦！屁股蛋。站站站站站站！不要摔脚，你这人家摔脚，脚确实很远，脚已经3米了，1米65，1米65，来冲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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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会要夺冠了吧？这个地儿是不是越跳越滑呀？我摸摸它这。你最好能赢。哦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超过这声了吧？2米24，啊，给我平了，哥哥，不习惯吧？下一个什么？眼镜给我们吧。对，眼镜，也怕你看见自己的成绩羞愧我。老师，帮我加点分啊！老师那块加的。老师，我看看我的排名。来，举杠跳远。老师，你也是辛苦了，老师。你这也挺、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蒙恩应该能跳很远。跳吧。哇！哇！我来，哎，你跳的1米5，不是你跳的，人家不算熟，这是1米5，现在成绩最好是不是智胜啊？我也没想到，我来。我们把庞博留到最后吧，好吧？我们保持一个悬念。不要，关仔。我竟然不是悬念，你别摔着腰间盘啥的，这一块都疼。你要不就走一步就算了。没事，我就大概跳个意思。就得呗。你这蛙跳，我在你这干啥？1米3吧，还行。哎呀哎呀呀呀！我呀。屏住呼吸了，我的天！我呀，我天，我的天，我这个腿也太长了！我呀，我的天，我呀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哇哇哇哇！1米35，1米35，还没有国仔，国仔1米38了，太滑了。那小北宣布一下吧，志胜，别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小北，
圈子有些太突然了。公布一下咱们这次这个立定跳成绩的前三名，好吧？第三名是我们这里面是海拔比较可观的啊，王冕啊，是2.05米啊，第三名，恭喜你。接下来是并列第一的是呼兰和徐志胜啊，都是2.24米，那他俩应该再加赛一轮吧？啊，我们加赛一轮好吧，必须争个第一好吧？你俩就一起跳吧，谁在前边一看就看出来了。行，这有一个哥，友谊第一，友谊第一。你俩拉着手干啥呀？好了，开始吧，同学们，来吧。呼兰。好的，那我们也恭喜呼兰现在率先变成了编剧部主任。哇！那我们马上马不停蹄进行第二项比赛。第二个比赛非常有意思啊，前滚翻。这个我擅长，我也擅长这个。你当主任吧，快快。30秒内前滚翻的数量啊，越多越好。刚才已经有一位主任了，那这位主任就可以和我一起来旁观其他人前滚翻。哎呀，这个福利真好，这个奖励也太大了。那我们就3人1组开始，然后每个组那站一个人数着，好吧？好，准备啊，3、2、1。哎呀，这个不算数哎，这个就是耍无赖呢，这个是。是。我好晕啊，这个有点累啊。30秒好长啊，我。还十秒，还有20秒。哎呦，这好晕呀！啊，到了！好晕啊！庞博赢了。好，来第二组。我问题是我腰间盘突出，我不能做这个。那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难度相当的，但是不用弯腰的东西？你可以在上面很可爱的来回滚，我们就给你记0分就可以了。好，重在参与，来吧，各就位，预备。哎呀，哥你躺下了，咱们这个太猛了。杨哥会，他还有技巧。哇塞！哇，可以。我师傅不用比了，你们俩在干嘛呢？不是，我要换对手。暂停。我要换值得尊重的对手。暂停。他俩都不比。我跟你比。巅峰之战啊！男人的对决是不是？是，来30秒啊，3、2、1，哦呦，可以啊！哇！哇！哎呦，这一招地板动作，可是他在后滚翻呀。对，他那个不算啊。缓一缓，王冕有9个前滚翻，但是有14个后滚翻。我们商量一下，因为这个前和后都是人定义的嘛。是什么玩意儿？那我觉得翻也是人定义的，我觉得国仔那没有问题。我觉得快也是相对的。
我觉得对于王冕的这一面来说，你说这不就是钱吗？对呀、啊。你给他折一个数算一下吧，折个中吧，折个中吧，又折中了。我们这个裁判组开一个小的例会，小会，我们研讨一下，到时候怎么办啊？太猛了，王冕是练过武术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也练过，他会地板动作。你是不是练过街舞啊？我也练过街舞，是吧？来拜托，来拜托，来拜托你。机关动作，别商量了，他俩决定用街舞的方式。我也是，他俩疯了，赶紧出结果吧。俩人疯了，已经要打去白练厅打呀！你们停手，不要再打了！我俩当吧，你忽然退吧，我俩当主任得了。哎呀，来吧，我们公布一下咱们的前三名啊。第一名是以数量取胜啊，王冕九次前滚翻，14次后滚翻。第二名。蒙恩还有庞博，然后最后我们选出的冠军是王冕，王建国。啥呀？嗨，这样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呼兰，你想跟谁搭档？这次你选一个，咱把数值给写上，咱就玩黑幕。那就王建国吧。好，建国。哎。好说好说，但一般都是这样的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来，因为没有说谁翻的多谁赢，是吧？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要在这种大家已经都30岁上下的年纪，哎，还愿意投身到这种激烈的运动中，哎，对，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，哎，这种运动精神啊，对，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主任。好说好说，哎呀，没有问题，哎，我当体育场主任呢，不合适吧？不是你们确定吗？确定让我当吗？我们都服气。你吃饼干不是？你吃巧克力吗？啊，嗯，吃巧克力。但我确实想抱抱这里。我俩已经开始吃巧克力了，低血糖了都。太逼了也。好，我们也要颁发聘书的。真的吗？呼兰建国。真的吗？聘书来颁发一下。我的天，不公平。咱们应该在一起对抗这种邪恶势力是。恭喜啊，恭喜呼兰先生，王建国女士成为了啊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第4期编剧部的主任，任期1周，在此期间保证带队啊办好本期的脱口秀专场啊。哎，恭喜两位。那我来公布一下接下来我们体育专场的进展方式啊。好，我们在刚刚的这两轮比赛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非常强调竞技，非常强调体育精神。好啊，接下来的整场节目包括我们最后的舞台呈现都要延续竞技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本场必须分为两队。我们已经分完了，你看他们四个，我们有两个主任分别带队的两队。好啊，你们游说吧。嗯，行，哎，那走来，我们自己组一个队。过来，我们挑体育最好的自己组一个队。咱四个现在已经够了，把庞博也叫来。庞博叫过来。我有个问题啊，咱们这组没主任。没有，你当主任，你当。咋还有编外战队啊？你的起义的也太声势太大了，起义啊！就我俩不服啊，是不是？我俩另起义队。那要不这样，就建国加入他们战队嘛？行啊，就正好结束了吧。我们再要一个庞博。哎，庞博来，啊！不是，说实在的，陈哥，你这个决定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？我们五个人，地铁里面见到我们都得让座，好吧？这干嘛呢？这是怎么打呀？不行，庞博哥得过来。庞博哥，为啥呀？你得保护我们。那我就加入这边吧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。
行吧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先找找线索。找到你的仙，这些书里应该有仙。于洋为仙，没错，有方法了，有食材了，还差一步，难道是他？咋没有？哎，你咋一点都不急呢？急呀、啊，我怎么不急、啊？你急什么了？这个呀，海天蚝油一挤鲜到位，海天蚝油挤挤味道鲜美，想用多少挤多少，让你再也不用急。上京东超市购买更多海天美味。作为一个非常专业严肃的体育比赛，现场一定少不了嘎嘎队的支持啊！让我们掌声欢迎精挑细选的观众入场。大家发现了啊，我们的观众呢是被观众自己的掌声欢迎进来的，好吧？请坐，请坐，几位啊！我们也准备了非常豪华的看台，请坐啊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还可以吗？还舒适吗？舒服，舒服，很期待，对不对？太期待了！那我们马上有请运动员入场。九走，一二一，一一二一，一都快说完了，一一二一二一，这不是按这个大小个排的？可以了，这次算不错。往前走，我都没看见后面有成露。把领导最小个为什么放后面？热闹起来！二、三、四，小豆、小王、小北、小杨，我们是少年老成。啊、太傻了！来来来，请主任站到我身边啊，站好。我们欢迎下一支队伍。啊，走，我们就溜达就行了。溜达，溜达。啊，三二一是什么？还拿着保温杯呢，我什么精神面貌啊？很散漫，很散漫，很散漫。这个风气风貌就不行。对，朋友们你们好，有幽默，太有设计感了，还敢说我们设计感强？你们那是啥？这是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。我们是。让座吧，少年队！让座，让座，让了也不坐。快点坐坐坐坐坐！快点，有快点，让了也不坐，让了也不坐。你们已经把观众得罪了，赶紧给我站好！大家准备开始运动了吗？还有运动啊？我再次提醒大家一下，咱们不是每一场投票有一个轻轻松松宇宙最强节目嘛？这次就是观众投，观众选出的那个最强节目所在的队伍直接加十分，然后那个所在队伍的队长就可以把这个十分分给自己组内的队员。接下来要比赛的项目都在我手里了，咱按抽盲盒的方式决定项目顺序，先抽比赛项目吧。一二三四五，那由队伍那个人少的一份抽吧，你们来，咱们看看第一项比什么。来吧，来来，队长。规则。哦。竞走。竞走。竞走这个我行，你练过？不是。他腿长啊。那你无敌了。我无敌了。规则：每支队伍需派出四位运动员出场进行竞走接力。好，四位太好了。绕过对面的海天蚝油挤挤瓶，回来以后把棒交给第二棒。比赛计时，时间较短的一支队伍获胜。怎么还有口音呢？脚短，我们脚都短。走路我是不是可以？对啊，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项了。走路我来吧，因为别的我也不会啊。对，参与一下吧，反正你也抬不起腿了。对啊，正好是正好是小步吧，最适合竞走的。来，我们比赛马上开始。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棒是建国和智胜，第一棒是国仔。第一棒是国仔，第一棒国仔，我的天！那第二棒呢？我们看情况，看国仔落后的情况。我们是一个动态的天地赛。如果你们第一棒国仔领先了，是不是第二棒还是国仔？谁领先一直是谁。竞走特简单，就是俩脚不能同时离地。俩脚不能同时离地，俩脚要是同时离地呢？那就叫飞啊！国仔就没有同时离地过。你赶紧开始吧。好。三
二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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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什么？你们没啥？滚！他三二一了呀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没事，你把对手的腰闪了。你给我怎么的？好，开始。哇，活的可以啊！哇哇哇！哇，国仔！国仔是个王者，国仔。好哇！东东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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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么焦灼呀！护栏可以啊，护栏。很激烈啊！好紧张。很激烈。哇，可以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呀，好起来好起来！三，杨丽对，很激烈。杨鹏，杨鹏，激烈！杨鹏，哈哈，谢谢，跑步哥，跑步哥。小鹏哥，小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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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太慢了。哦，跑步，跑步，跑步。小北，跑，小北，跑步，小北，作弊，作弊，作弊。我无敌了。好，比赛结束。显然徐志胜有两次非常严重的犯规行为，所以呢比赛结果已经不重要了，徐志胜被罚驱逐出场。然后同时我们宣队宣布这个少年港城队获得了胜利。厉害厉害，国仔可以啊，累死我。下次隐蔽点，隐蔽点，有点太刻意了。这我们不是不能犯规，你急个脸，你干啥呢？我这不着急了吗？急个脸，你这犯规犯的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想帮你都帮不了。好，每一个单项体育比赛胜利之后，获胜队伍可以在这个盲盒中抽取嘉宾，抽个嘉宾啊，抽吧。其中有两张呢是机会卡，就抽到了就意味着你们自己的队员要上台表演，好理解吧？哦，所以你抽中了以后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用还是给对方啊，让对方上可以啊，但你不知道内容，你只能猜。你抽吧，我是先抽完了再说给对方还是给自己？你抽，对你抽，然后才能开。我可以看一眼，然后你可以看我眼神，看他的嘴型。哎呦，哎呦呵，哎呦呦，这眼神儿，这你决定要自己用还是给对方？自用，机会自己用吗？等会儿啊，那个。已经说了自己用了，不是，没有话，没有，我是开玩笑，讲喜剧节目嘛，不是要开玩笑吗？他怎么能句句当真呢？给对方用，给对方用吗？嗯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为啥给对方用？因为我看呀。给对方用，给对方用，不行，那不行，杨门已经承认了，这不开玩笑呢吗？不是喜剧节目吗？你看你自己用了，你又不逗乐，你这公司的人这么幽默吗？哎，门儿也看不着，哎，突然之间就这么幽默，真是。那给他们送给你们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我其实没看见。来吧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来，你来吧，我来读一读。什么玩意儿？机会卡！哇，恭喜！哦，太漂亮！好遗憾呐、啊！对的，我也没想到能为你做这么多，都快哭了。好，那我们由刚刚的胜方抽取下一个比赛项目。来，我抽你念是吧？你念，我念。啊，我也得认字儿。好幽默呀、啊，越来越幽默了。这小词儿接的。哦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字儿，好多字儿啊！我的天哪，第一页不认识啊！我念了啊，我们这个我抽到的是这个拔河，没想到吧？哦，拔河，那你们完了啊！完了完了，拔河！每队参与比赛的人数以队伍少的一方为基准啊，就五个人，最多上五个人。来，我们上绳。朋友们，我是不是得拴腰上？你拴上，好像缠一圈是吧？缠一圈的。对，
郭台已经把绳子都用完了。没事，我们用科学告诉他们这个不好使。我们能不能把这绳绑门柱上？好，直接一局定胜负。三、二。一二，等等，听我的，不玩。二，等住。他们在搞战术，我觉得这边能赢。你们看过《鱿鱼游戏》吗？看过。对，不玩。等住。二，坐牢。好，建国发力了，建国快起来。来，一二走，一二，哎呦我去，哎，哎呦，建国哥倒下了，哎我不行，哎呦，笑，哎呦。一二走，歇会儿。二，歇一会儿。累死了，杨本，你这样很危险，你刚结婚，杨本。二一，快了，稍等，让我站起来一下啊！来，三二一，一二，hold住，过奖，压低，还有最后一家，走，结束，当兵了，你还让大家等会儿，你什么战术你？太猛了，兄弟们，胜利了，绳子有问题，绳子有问题，滑都差不滑，那人家咋不滑呢？我们也滑，我们没说。不是建国哥躺了，我们就让他拖着建国走啊！现在大比分是1-1，来胜方抽一个盲盒。立业照，你们决定这张卡是你们自己用还是给对方？我觉得不是自己用吧。对，我觉得咱就认了，而且咱辛辛苦苦的给他们了，那也说不过去。我们抽到了一个嘉宾，马军，中国女足足球运动员。耶！哦，可以，一射二点的大门，漂亮！哦，这小球石破天惊啊！然后由获胜一方抽取下一轮的比赛项目，点球大战，双方轮流踢球。球球那么可爱，为什么要踢他？这么多想踢球，咱们拔河。哎呀，一大早为什么弄这么多项目呀？又是竞走，又是拔河，太累了。其实这是比赛呀，一会儿就要比点球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罚的时候你就往左边踢，你往右边看。你往右边看，你往中间看。你说慢一点，你说太快，你根本吸收不了。你说吸收不了，你喝舒化五谷糖牛奶啊，那好吸收，对吧？你营养吸收好，你才能战术执行的好。真的，咱们肯定能赢。我跟你又不是一个队的，你赢什么呀？不耽误喝，来，行，没关系，只要喝了舒化五谷糖牛奶，场上见。
我上大学学过这个踢足球课。那就你了，我们大学都没学。行，我先来。来吧，好，志胜来吧。谁干志胜啊？你去干他。我干他。先给他一轮，给他个下马威。马威是你职业的，我的天，给他个上马威。你轻点，你一会儿晚上还见呢，一会儿。我们以后还得处呢，你还得处呢，还好几期要录呢。不，我能踢柱子，踢嘴。来吧。我觉得智胜可以。蒙恩很强的，蒙恩很强的。智胜大学学过足球，没问题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学过踢足球呢？这事儿你对得起体育老师吗？又开始前滚翻了！志胜，你要不戴个眼镜，你打那儿去了。来换交换，徐志胜守门，蒙恩射门。蒙恩，咱们重在近啊，近，来吧。蒙恩正常发挥就能踢进。但是很正，很酷。你这个角度一点都没有啊。我也不知道呀、啊，这人就是直来直去的。我以为他会扑呢。第一轮零比零打平，请那个老成队派出你们的第二位选手。我射门。啊，好的。你们呢？我这。行，广子不用害怕，我发现了这群人没想象的那么厉害。是这个游戏没有想象中的容易。不派守门员都很难进啊。派了可能就会进一下。派了可能会进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哇！哇！没进！我要看鹰眼，我要挑战。等一下，别激动，我们现场是有鹰眼的，来看一下回放。绝对是你自己编的，你闭嘴，我太知道你了。我们那个别激动，别问，请那个现场给我一个鹰。好，进了。广子，没事。没事，弱整练没有用的。来吧，广志，你要是赢了，你的职业生涯就输了呀。好，没问题的，广子没问题的，广子，我加个助跑，来。广志，你要是赢了，你的职业生涯就输了呀！输了呀！哎呦！可以！进没进！哇！我们一块鹰眼，鹰眼可能说没进，这还有鹰，你歇着吧，歇着就行了。啊，进了，确实进了。决胜局，豆，我们豆，哇，他好专业。忽然哥是班队的守门员，来吧，冲！你打的低，他肯定够不着，他蹲不下来。给他个扣篮！哦，哎呦，差一点，高了，可以。我们进入这个加赛环节，发球结束，双方仍未分出胜负，则采取突然死亡法进行加罚。突然死亡法，一方罚进，由罚进的一方
取得胜利。来，双方再次派出吧。我先手，我先手。王冕，王冕。要不你说，真的不太行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这脱口秀大王对大王看。突然死亡，突然死亡，突然死亡，那我先踢啊！好突然啊！不，裁判说我们先踢，好突然啊！你看，好突然啊！好突然啊！赢了！突然，突然死亡是不是很突然？突然，就问你突不突然？这个大王人品怎么这么差？同样都是大王，他人品怎么这么差？你用眼挑战一下，突不突然？你给我出去！快点，他突然了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！他太突然了，他这人。等一下，这个要等我喊开始了。给我一个足球小子的音乐。哎呦，这是两代脱口秀大王的巅峰对决。庞博哥有运动天赋，能踢进。王冕见过大世面，这种小场面对他来说很容易。阿明肯定能赢。三。二一，哎呦我去！啊，胜利的天平又一次倾斜到我们这方了，快点要突然了啊！等会儿，中国的梅西，中国的梅西，老板准备好了吗？哎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要赢了，我准备庆祝了。阿根廷王冕。反正他太高了，你就得跟他打低球，打低球。来吧，双方派出下一轮的，成哥吧，成哥吧，啊，我来上，唯一进球的，来，丽姐，我只能上了啊，你上啊，你给我的道德压力太大了，你哪有道德？来，拿石头，不，我赢了，你赢了也没有用，没有道德压力啊，我赢了，可不可以踢两下，你手两回？你的道德压力更大了，成哥，你几分了？我十分，快。成哥，你会往哪边躲？我哪不管你踢，别跟我们这儿聊天啊！三、二、一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看一下鹰眼，看一下鹰眼。这个太突然了，鹰说太突然，没看着。称呼可以，称呼被鹰眼评为个女性的好朋友。来，我们恭喜我们的这个让座吧，少年获得胜利。那个抽一个奖励吧，你们决定给自己还是给对方？我觉得要不让他们一下，他们感觉没有机会赢了。决定了是吗？对，高风亮节了。让你们看一下吧，机会卡，机会卡，我们要上了，是啊，我们要上了。有的时候人就是要就想着别人，哎、想着别人，不光有踢球好，还有谋略，坑人玫瑰，真是。抽一下下一轮的比赛项目，抽，我操，哦，举重。啊，将正规举重运动中的抓举和挺举变成了托举人和蹲起，出战者需从场上任选一人进行托举，托举前被托举人需要称重，比赛共三轮，三轮结束后托举重量累计较高的一队获胜。现在呢，大比分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-1领先，你们是胜方。对，落后的一队你们先派出一位战将，然后选择举谁吧。你先来，我们来个力气最大的王冕。王冕，我。王冕看个小，劲儿很大，健身健了3年，天天背这个吉他。你想，他那吉他600多斤，铁吉他。是啊，而且重心低，他起来也会做工少。那举谁呢？那，你举了他应该就赢了。哎，举起来我们就认输，好吧？就这一把了，说不定能举起来。那我人没了。你多少？你多少？好像130不到。你肯定能举起我来。
那就举他豆豆。你举不起我来？我不知道。那要是咱俩做个 B 呢？就我做个 B， 做个 B。这样，你蹲在这，我然后说一二三，我。那你的体重不还是在我身上吗？那你不压了我？杨门通过这一下午，让我们知道了他既没有体育精神，也没有智力。我先举你，对，我们就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好，好了，我们，我是秤砣。哦，举你。对，举我。那我们先要进行对这个重物的称重。啊？上秤。没注意到啊。上，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多沉了是吧？64吧，64，1米68，128斤，来吧，开始，在这个框里，还有个框，来了啊，来吧，好来，来了啊，哇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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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。少年老成队加64kg， 哎，你们俩来，你多少？你64重吗？我比豆豆轻，直接举豆豆不得了，谁能举64？但豆豆会在你身上雇佣。那你称一下你多重？你才六十，我六十，我你不到六十好吧？59.5，那举起来也输了呀，不行啊，这样让智胜举豆豆吧。举豆豆吗？举谁？举谁？豆豆。哎呀，好的，重物重物上重物，轻一点，我怕伤着你的腰。深蹲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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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可以了，这可以了，这已经非常可以了。所以呢，第一轮等于白举，好吧？来，咱就是至少也要挑战他们的重量。他们举谁，咱举谁。我举小北，我看小北配重配重，多少？多少？160，真沉呐、啊！这大个80，这大个80啊！啊！好，耶！速战速决，速战速决。我们也举小北就行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们那什么，我们再商量一下，我们这轮要不要领先他们？领先他们那就得还能举谁呀、啊？不知道。你有多重？我重，我比他重，84。举他可以，举他可以。他们要把李诞举起来的话，咱们就麻烦了，就得举一个比李诞还要重的。我们还可以举李诞呀？不是啊，那他们还是比咱们重啊？不是，没人举我呀。不是李诞比你重。他就压咱们了，第二轮就压咱们了。咱们得举建国啊！别，你们得活着。行，来一个李诞，蹲下。你要下去再起来吗？不用，你就那你要彻底下去。下那么多干什么、啊？这是你上不来吗？哎，对，这就对了，对吧？你又别下去了，不是，你要抱住我呀，你要相信他，望着你是个人类，是你自己把这儿，你相信他，看一下鹰眼，人是你们自己选的，人是我自己选的，是我自己选的，来吧，咱们就这样。好害怕呀、啊！保护好了，都保护好了，我现在都有点害怕了。这是不干扰了，不干扰了啊！不干扰。3、2、1，下！下！他没蹲下去，下去了，蹲了2下了。你蹲的累吗？赢，成功，成功。太拼了，这是我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有氧运动啊？这个该说不说，挺好玩。有那个突然理解和就是爸对超市门口的那个。真挺快乐，这挺有意思。你问过那个玩意儿吗？他不快乐。
那就让座，现在领先4公斤。嗯，我觉得就是第二轮得高了之后，他们就必须得赢了，因为 对吧？对他们心里就崩溃，他们要背国仔了。4公斤，我们要只有建国了。建国多少？我230，不行，115，你算了吧。别别别，会少个队员的。底下那个人必死无疑，算了吧。护栏多少？护栏多少？护栏。啊，上个秤我们看看。哎呀，你闹呢，我上秤你怎么可能背得起来？我们先看看，我看看。来来来，170其实，啊，这180，啊，这怎么高出去了？这怎么高220去了？你长得这么紧实。行，90，九十，护栏有90公斤，护栏，你好瓷实，密度好大。但是如果他们也能举起护栏，那不就是输了吗？举不举不起来都得举护栏了，因为现在举护栏是现在就是比他们高一点点。那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你能跳闸？他们除了王建国，没人能举起来我。我觉得他们没有人能举起来他，关键是国仔腰不太好，腰不行，北子胸不太好。他们只是看着身体条件很好，他们那才是老弱病残。举谁？我举护栏。举护栏，来。刚才李诞是这么勒的，啊，还拿了个刀子是吧？我这怎么让啊？跳啊跳啊！你让他背着你。哦，感觉杨哥可以啊，行不行？这撅了个腚感觉。啥啊你？干啥呢？就行不行？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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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太低了，这太低了。我操，这非常低啊！白举哥，白举，白举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开心啊，还是难过呀？恭喜我们让座啊，又获得了胜利。抽个盲盒，抽个盲盒。你决定是自己要还是给对方？因为机会卡已经都没了，咱们要不要一个吧？要一个呗，要一个，要一个，得嘞。哇，这可以了啊，黄健翔。哦，我等还有机会，大门漂亮！中国女足夺回了失去16年的亚洲冠军，在0-2落后情况下，下半场中国队连扳3球，上演了惊天大逆转，史诗级的逆转。好，让座吧，少年，因为总比分3-1领先，我们还有一个隐藏奖励，再送给你们一个。哦，这个呢，又一个嘉宾啊。哦。高廷宇，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，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比赛中以34秒32的成绩打破了奥运纪录，赢得中国历史上首枚冬奥会男子速度滑冰金牌。我们这是没嘉宾吗？那咱是不用写稿是吗？对，我们啥也不用干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豆豆和小北一会儿要跟着他们回到编剧部筹备一下我们怎么办专场，体育专场，到底怎么办？就他们办嘛。编剧部见，拜拜。来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上车了，走，上车，上车，出发喽！终于离开这里了。咱还得写稿呢。哦。不，那些都是咱们的吗？走，吃饭，吃饭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哟，哦哦，有粉条，我的天，在哪儿啊？这楼是吧？我们的人在这儿，陈哥，你的人在下面。啊？我们在楼下吃啊，你们在楼上有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分开吃，分开吃。让我们在楼下吃，楼下能吃啥？我。咱们是这样。咱们毕竟咱们还是虽然分家了是吧，分崩离析裂绝了，老死不相往来了，但是还得在这个做完这一集嘛。然后我们这一集既然已经选了我是领导了，嗯，那我觉得咱们新朋友们豆豆和小北必须拥有姓名，就叫豆豆和小北好吧，不是这个不给你们两个职位，必须有职位，因为众所周知我们这边就很善待新人嘛。嗯，既然已经选了我是领导了，嗯，那我觉得咱们新朋友们豆豆和小北就必须得两个实习生，不行，那怎么能实习生呢？人家是
特邀的，对不对？特邀实习生，哎，就是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以享受这个永久实习权，永不转正。那不转正，请实习生呢？你俩直接出个一个节目，出一个节目就行。我们太过分了，是一项福利吗？怎么听起来？对，你放心吧。那他们六个人出一个节目啊？这我们赢啥呢？我们就是那个分儿赢定了是吗？因为反正就这样吧，说不定在门后了，还是要注意注意的。哎，是，干嘛呢这是？我们是有资格进来了吗？敲门啊，这是。哎，你把这个收一下，小杨。我们是败者组，不是奴隶组。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吗？哎，成王败奴，快收吧。你们干啥来了？不准备开会吗？开完会下班不？再擦了吧这个。我们是这样想的，你们先选，你们想写哪个嘉宾吧。我们不用选，都你们的不是？我们只是迎来他，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写。我们现在的方式呢，就是。胡兰还是主任，国仔是主任，但是我们剩下四个人呢，我们就是小组长了。我们每人带一个实习生，会各负责一个嘉宾。所以这个节目就是来让我们当实习生的，是吧？对。哎，但这跟我们开的会商量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你们败者组商量有什么用呢？不行，我要静坐抗议。主任不来，我不动，我不动声色。我们也不能选，我们选了相当于承认他们这套系统。对，我们不能承认这个系统，我们单方面抗议。我看你们还是不想下班，真是。郭仔，哎呀，我们的领头羊回来了，快！郭仔，是不是就是我们都好商量？有什么事儿？不是啊。主任是我们在说，就是虽然你们输了，但是你们还有一些保留了一些权利，比如你还是主任，这个我们是承认的。钱滚翻翻来了嘛？对，这个是硬实力。后来呢，你被这些组员拖累了，导致没有拿到胜利。好说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了。也别怪他们啊，别怪他们。形势已经分好了，在这个桌子上，你看俩主任，四个组长，然后旁边的全都是实习生。就是我们也认呼兰是主任，但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要低于其他四个组员。那我们队赢了呀，我们就是更恭喜你们呀。当优秀的人的实习生不好吗？不好，你自己也能成长啊。我成长了三期了，我不需要成长。但是有一点你们得认，就是因为我们确实赢了那个比赛，然后我们有那个更改这个，但你们更改的不是这个规则呀，不是？不，我们更改的第一个规则是第一个规则，你们把节目名字也改了吧，你们全改了吧？怎么改规则？你们想改变这个世界是吧？你们世界改变不了，就能改变规则。这样吧，就是。你俩商量一下有什么规则。那行。对啊，好。不是我们这赢的也太憋屈了。赢的有啥憋屈？活不都给你了吗？真是。对，我们可真是，我们赢了一堆活回来。不是，那我你那分儿最后你们最后定的是你那个分儿，是你们定怎么分配？那你我也没法让他们干呗。总共就我们组，你偷摸给加上一两分就行。那都跟你商量商量呗。哎，你俩商量好了？商量了。你说吧，就是，主要是商量的是我们这个的确也是压力比较大，然后赢了一堆也觉得。哎，现在觉得了，当时那么猛，是，后悔了，这个当时拔使劲了，这个下次注意，反正，所以说还是得大家一起以节目为重。好，对，这个你们组帮我们分担了这个任务，我们会相对倾斜的给这一组，哎呀，加分，加分，好，太好了，你看看人家这个胸襟，哎呀。这为啥呀？人家写稿了，你要不然对吧？行，你就分分嘉宾呗，分分嘉宾。
先选谁上吧，先选谁上。那我这边暂定的是那个北北和豆豆，还有呼兰嘛，俩节目了。对，我把这个也写上。我说你俩想想啊。好，我俩是整个什么？刚想，我想想哈。我感觉最简单的还是你俩，就是一段关于运动的漫才。嗯，对，你看你俩谁装傻，谁吐槽？肯定是小北装傻了。成了成了，不是你治一治，不然有点过。但如果豆豆是装傻的话，他可以出一些咱们根本无法实现的动作上的、肢体上的装傻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但豆豆也可以那样吐槽啊，你说的根本不对呀、啊，那不俩傻吗？那个啥，那个豆豆北北，咱们再去开一个小会议，行，对，开个小小会议。说说呗，咱毕竟是一个组的嘛。嗯，你俩最想演啥呀？我其实觉得专场嘛，就肯定专场它有一个概念嘛。对，无论是剧啊、sketch 啊、漫才都行，就是跟整个质感一致就行。对，嗯，双人组合的好处就是两个人的气比一个人大嘛。嗯，对。你看大木的装傻是。他其实一直在恶搞晃晃，嗯，所以他其实是个比晃晃聪明的样子，嗯，是的，是吧，嗯，是可以是这种的，嗯，得嘞，好，上来，好，你不许走，想会儿啊，行，想会儿，好不好？好，思考一下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，嗯，慢才，但我觉得那个一定要有个强设定，就上来就得给观众说明白，对，就一句话就能说明白这个关系和冲突，然后就开始演。想想啊，我都想饿了，喝点奶吧。哎，感觉有了是吧？感觉差不多了。这个说话侮辱糖牛奶，嗯，这果然好吸收，灵感拦都拦不住。来吧，朋友们。什么你行你上，我不能，我一骂你你就让我上，是不是？你需要我们做点啥吗？就把你扔屋里继续憋，其实就行。哎，为啥你是 IU 呢？是因为你这个人又矮又油，这个可以改哈啊，下一个哈。太长了。我们对这个有2500字，哇！但是感觉就碎嘛，然后也嗯。哎呦，不错，这个不行。嗯，这个改。还有时间，慢慢来，没事。咱又新加了一个嘉宾，看看是谁啊？来看看哈。哦呦呦呦！哎哎哎！我们老乡王萌，福原爱，福原爱。哦，这没想到，福原爱应该很会漫才吧？他还挂人转呢。最后有一条是福原爱演出当天可能无法来到现场，请尽快想出解决方案。马军老师也来不了现场，有点难，反正，而且我们的内容还要很多的继续改进。我们上次运动惨败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年轻人还是想法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能在下半场的节目项上扳回来一些。我们的嘉宾都非常的厉害，欲言又止啊！好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。用一种平和宽容的心态接受一些理所应当的胜利。今天我们要证明一下什么叫腾挪你那48拉是没有用的，就是他们放弃吧，你们赢不了，来帮一掌，就干点正事。这如果再输了的话，咱们脸往哪儿搁啊？我去！欢迎来到咱们办脱口秀专场，今天是很认真的啊，专场，我们请到黄健翔、东北麻田福原爱。速滑冠军高婷雨，女足代表马军。去年吐槽大会我们就做了一个体育专场，对吧？我们还记得吗？我们让这个男篮男足互相吐槽一下，结果有人说我们说你们这是借刀杀人。今年我们学聪明了，我们请女足，我们不借刀杀人了，我们指桑骂槐。我觉得用巾帼不让须眉来形容女足非常贴切，不像我们的男足，这须眉除了不让巾帼，其他国都让。
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铁人三项马上要开始了。第一个项目就是游泳啊，豆豆站在了泳池旁，他戴上了泳镜，戴上了泳帽，穿上了泳裤。我穿了的。接下来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没错，我开播了。家人们，多多支持我们老铁，认真看。拯救你，感谢益达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。豆多饼脆，双重美味。感谢打开快乐小宇宙的趣多多巧克力味香脆曲奇赞助播出。出手即高手，爆梗随时有。感谢金宝战斗力惠普新十四 Pro 高性能金宝本赞助播出。给大家教一个击掌。哦，击掌，击掌，前后击掌，哦，后边在腰左右。哦，腰腰，早上起来拥抱太阳那个。对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个很容易顺拐，我发现。跟我一起逆时针旋转，好不好？预备，起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为什么没有停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后边是九啊。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九四十五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。上微博，进入怎么办脱口秀专场话题页，分享你的生活故事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即日起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怎么办脱口秀专场，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上知乎搜怎么办脱口秀专场，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欢迎广大朋友打开腾讯体育 APP 搜索怎么办体育专场话题，与社区网友一起吐槽互动，更有机会与节目嘉宾直接对线哦。上虎扑影视区和继而一起畅聊怎么办脱口秀专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内容记录创作平台微信视频号，感谢央视网、中国新闻网、中新闻娱、有道词典、 TP 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点开播放框下的讨论区，跟其他小伙伴一起聊起来，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打开腾讯视频圈社区，加入兴趣圈，找到你的好朋友吧。每周四八点来下班了编剧部，看脱口秀演员下班后的花式营业。每周二21点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亲与强编剧部的故事。编剧部日常行业不听错意的内幕，专场最爆梗，精彩短视频栏目定期投喂。